看看新闻网。每年的华谊之夜都是群星汇聚的一个重要场合，今年也不例外。除了一众女星争奇斗艳这个传统节目之外呢，各位导演也是汇聚一堂，美女、美酒、帅哥、名导，华谊之夜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华丽之夜。红毯之上自然是华服万千，争芳夺艳。莫小琪、吕燕和姚星彤等女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长裙，裙摆及地缓缓而来，显得优雅而气势十足。而尚处于少女阶段的徐娇则以嫩黄短裙加身，亭亭玉立，完全没了《长江七号》里假小子的影子。安以轩则以酷黑短打出场，他笑称这符合自己男子气的个性，不过更多的应该是为了衬托身边的表妹吧。其实我每一次来都特别兴奋，然后这次更不一样，是因为我带着我的小表妹，那她现在也在拍戏，所有人都说我们两个很像，我说对，那是我表妹，能不像吗？尽管安以轩力荐表妹，但初出茅庐的表妹本人其实还显得十分稚气。第一次出入时尚界，表姐安以轩是她唯一的靠山，就觉得非常紧张。第一次走红毯，第一次走红毯，对啊。姐姐有给你压力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也让她很紧张，因为很怕我出糗。产后复出的黄奕则要沉着得多，生下女儿半年后身材已然恢复火辣，不过当了妈妈不仅衣着保守起来，就连去《窃听风云三》剧组工作，满脑子也都是家里那点事儿。我们那个剧组所有的人生的都是女儿。真的这么巧？对，所以大家都在一起探讨，就是怎么养育儿子。当天最受瞩目的当属成双成对的几位，陶虹和徐峥以夫妻档亮相，陶虹复古裙搭配徐峥的复古西装和眼镜，看上去十分般配，一开口更是充满老夫老妻实在的感觉。我希望无论是谁的片子，我去都是天才，不要跟人家天恶心就行。明星们常年奔波忙碌，这样的场合对他们来说也是难得的老友聚会。这波老公管虎加入了由顾长卫、徐克等一大队导演和华谊总裁王中磊组成的男人阵线，梁静也不觉得被冷落，满心想的都是和朋友们碰面。每次到一个环境里头肯定都是哈拉哈拉哈拉这样的，就是还是挺开心的，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各自忙各自的，还是不太有时间能见面。方力申则在休息室里拿着酒杯满场飞，还真是彻底的放松了下来。娱乐新天地，范峰于丹近期假扮时尚人士报道。